从古代的时候，女人的头发是非常重要的。从开始到现在，女人的头发有很多不同的变化。头发也表明那个时间段的历史，所以特别重要。大家好，在1980年，女人最喜欢花梨京剧也会，所以她们要看起来她们的最喜欢也对。以前在1920年，女人喜欢短的头发，因为她们开始去夜总会。在1960年，头发大大的 bouffants 非常受欢迎。Okay, 在1950年，女人最喜欢 Hollywood 美丽。所以女人有一样的头发。谢谢大家。